早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对啊，这样子。晚上好啊，一凡。晚安，切耳东，夏夏晚安 ，Hello， 雷军晚安，嘎比晚安，各位晚安呢、啊，晚安阿北，晚安伟宏伟 ，Hello， 嘎比晚安，晚安晚安。谢谢晚安，嘎比晚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最近大家都好吗？我不是特别好，我觉得我很想。Hello Sally， 晚安。哎，为什么今天的那个镜头？很摇摆，嘎比，谢谢你的麦克风。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嘎比，谢谢你的麦克风。Sally， 晚上好。因为我刚刚就是我刚差不多刚到家的，然后因为我的就是一些东西还没整理完，我的剧组包还没整理完。嘎比，谢谢你的麦克风。Sally， 嘎比，我每天带的东西就是很简单的东西。我刚到家，然后我就拼命赶路，赶路赶路。嗨，边缘人。我今天东西带的比较多，因为今天还要赶去公司。陈恩，晚安，竹伦，晚安，嘉伦 ，Hello， 阿哲，晚安，轩，晚安，落叶，晚安，落叶呢？沉鱼落叶 ，Hello， 太一，欢迎，晚安，晚安，柠檬，晚安，好，这包呢是我的。开拍了，阿里奥辛苦，谢谢嘎比，吉米周，谢谢你的守护。柠檬，谢谢你的玫瑰。金明洲，谢谢你的守护灵。第一次来 ，Hello 太一，你好，你好，高兴见到你今天。Hello 志宏，晚上好。小梁，我不辛苦，肯定欢迎。嗯，跟大家介绍，我觉得要打个亮灯，我跟你讲，讲讲。好，这个呢是我的那个随身物品包，而且是蜡笔小新，很可爱。YC， 谢谢，晚上好。西兰，晚上好。朱琳，晚上好。Hello， 勇哥，晚上好。里面就是双眼皮贴，有的时候眼睛早上超级红的，超级肿，然后还有那个遮一些伤疤的一些，有时候可能手不小心划到或者有伤疤，就要把这个遮起来。正华欢迎，晚安。何染欢迎，然后的护手霜，这个超香的，然后荧光笔跟笔，我喜欢蜡笔小新啊，然后
护唇膏，然后梳子，然后耳机，应该有5块钱。那还有那个小镜子，这是我每天都必带的一个，就是去剧组需要带的东西。然后还有带一个牙膏牙刷，因为有时候吃饭，然后就会带牙膏牙刷。但是因为今天我今天就是要清理一些包包的东西，明天刚就很脏，已经好几天没有清理它。一板一眼的戳戳你哦，澳门客欢迎，然后再把东西弄进去，谢谢。看我头发变长了，茶茶晚安。觉得我的头发变超级长，晚安晚安。然后先把东西收进去，护手霜一定要带，然后耳机呢必备。我现在没有用蓝牙耳机，我现在都用这种有线的耳机，因为蓝牙耳机会用不见。的笔跟我的荧光笔，眼线跟遮伤疤的，然后护唇膏、小镜子，这样。然后因为明天还要拍嘛，所以要一个眼，要这个是那个我最近买的一个眼唇，眼敷眼睛的。看到阿丽从桃园团圆聚餐过来，我聚餐，我去哪里聚餐？季风亮嗨，坤坤安，要带一片，因为现在我的黑眼圈超深的，每天睡觉没有真的是，然后带一片面膜。我带的东西就这样，还有一个橡皮筋，橡皮筋很重要，下戏之后都可以直接绑起来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带的梳子，然后我都会带充电头，有时候手机会忘记充到电，就带头。威鲁晚上好，明天要服谢师宴，对啊，谢师宴。熬辣梦纯真，吃吃喝喝。威鲁晚上好啊 ，Hello 于江江晚上好 ，Hello 黄军晚上好。最近真的是，最近很容易忘东忘西。好，这些东西都，我最近面膜也都买很多。背很多，背起来，在那个，好嘞，晚安呐、啊，俊生，晚安。黑眼圈变重，感觉很疲倦。那里好像没有二期生的，对啊，没有我们，没有我们的人。刚好在身边迷人，可以整理一下我的钱包。本身肤质就很好，还要用，有啊，我还是会用，因为最近有点变黑了。Hello， 布朗杰，要做欢迎。因为最近有点晚上，没有，我的黑眼圈很深，我还是需要用到面膜，因为我只有在拍戏有工作的时候才会用。一凡线的相遇，贵仔欢迎，这么欢迎。
今天差点被晒死在中山区。今天很热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下大雨，不挡不到兔，谢谢你的猫咪日。Hello， 身体好点没了？我身体一直都蛮好的，只是身体一直都蛮 OK 的。好，整理我的行李，我整理完我的剧组包，这样我明天就可以直接装起来。这些都是要用到的，这样，然后就收拾。阿丽很认真的把皮肤，早上就超热的，但好像没很久。对啊，就一下下而已。俊生，谢谢你的梦幻泡泡。桃园很干呢，真的。阿丽巴西会很忙累吗？还好，不忙不忙。只是都要提前先准备一些，因为我都很早起，超级早的。但我现在要来背一些明天的工作场次，明天的剧本，稍微看一下。有的时候会脑袋很大，原住民体力比较好，我们会想你的，你们已经在想我了吧？每天都在想你们大姐，我想说我们太久没见了吧？太久了，真的太久了。阿丽要背台词吗？要，这次要，一定要背，这次要背，不能不背。这次要认真的给他背起。那都有很多一些笔记，做了很多笔记。把笔记都收好。东西太混乱，哎，我记得我有那个啊，另外一个资料夹去哪里？而且去到阿丽上次西雅演唱会，有啊，有去，但是这次的那个不会去，这次他的那个不会去。这次诗雅前辈的公演，毕业公演不去。阿丽真金最近应该也没空打球，没有。晚安黑杰克，无呆自怀，晚上好。谢谢祥爷的猫咪日跟那个浪萌宝跟金曲奖，还好下周英主公演还可以看到你，没错没错。谢谢黑杰克的会员票。对了，新的人。哎，我的那个嘞，不见了哎，去哪了？我建模卡嘞，怎么会不见？这我最常用。谢谢黑杰克的粉玫瑰。阿丽大概什么时候杀青？现在还很不确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杀青。现在有太多的不确定，应该很快吧。武打片好像比较难一点点，需要一点时间，还有需要一点恢复的力量的期间。最近那个什么，啊对，我都会带卫生纸。最近那个什么，我的体力已经要耗尽，我觉得我的体力已经要耗尽。看来今天 ，Hello， 草莓酱，哎，草莓酱，你今天好厉害啊！你怎么猜到的？你超强哎！啊，我说。我在直播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
我们今天不是那个线上谈会吗？然后就是草莓讲就说，阿丽你是不是刚刚从上一个地方赶过来的？然后我想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还好啦，因为现在都在剧组这里，所以不太会有很忙很累的一个情况下，是不会到有啦。大家别担心。我现在在忙什么？其实呢，你们应该也看到我在找东西。Hello， 志祥，晚上好。应该半年要去拍戏，谢谢伟的猫的手手，我们期待今年的哈勇。我看到有人先去看那个嘞试映会，天哪，他们有 take 我，我想说我都还没看，为什么你们可以看？阿丽，请问那是最后一次查库拉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最近没有关心 TP 的事，没有啦，就是我们。这个通常我们不会知道，要姐姐们才会跟我们说。谢谢港币的告白气球，那个都是要上面跟我们通报，我们才会确认知道的消息的。谢谢祥爷的救助你，谢谢伟的猫的手手，爱丽找剧本没有？我刚刚在整理明天要有的东西，不然我怕我会恍惚忘记。志祥晚上好，卡比谢谢你的告白气球。谢谢一凡的行李箱跟一封信，谢谢，谢谢豆豆先生的救救你哦。突然卡了变黑，现在呢？现在好多了。哦。啦啦啦啦啦。剪指甲，我今天在打那个武打戏的时候，我的指甲太长，然后伤到别人，伤到那个师傅们。然后今天要剪指甲，我今天昨天忘记剪。女生的指甲都比较长。阿丽好像有点虚弱。因为姐姐让我先跟小慧试训了，代表你迟到，这样推测出来的。天哪，好厉害哦！草莓讲，志祥，谢谢你的告白气球。我想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很好奇，你衣柜打开是冬米色、咖啡色，没有，是黑白色，黑豹的指甲，没有，是说没有要黑豹的指甲，不是黑豹的指甲，是要剪指甲。这个指甲飞去哪？算我现在剪，现在看不到。愚者，谢谢你，晚上好。豆豆先生，这人的告白气球。觉得现在的每一天都很充实。我很幸福，很充实就会很幸福。有心的人，越深
谢豆豆先生的看告白气球。是，我先做一下明天的笔记。等一下哦。阿力发质柔黑亮，嗯，头发越来越长，你不觉得吗？嘿嘿。丝，长发好看，那就好。很怕你们。不喜欢，但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长发，短发。蛇要卷舌吗？哎，蛇就是那个长长细细的蛇。哦，要，对不起。你自己喜欢比较重要。我个人喜欢你们。省吃是恩省，人好敷衍，我哪有敷衍？阿丽短发更好看，更好看。就一晚安，就一谢谢你的钟情玫瑰。啊！我今天早上8点起床。早安呐、好意。疫苗割那颗痛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太短了。我是喜欢到这里了，没有那么喜欢到很短，就是超短。米娜现在也变长，对啊，米娜前辈。鼻孔都看得好清楚，喂！不要像老人都熬夜痘痘一堆，他有熬夜啊，他就是不爱睡觉的。就是一个不爱睡觉，乱七八糟的翁小姐。你看，这个也是蜡笔小新，很 Q 吧？蜡笔小新。哎，看我的那个呢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会讲比较少话，现在就是有点。
但是东西都可以用剪，知道吗？全部都可以用剪。变了心的人，越想越伤人。珠宝今年痘痘也不少。一凡今年的香槟，我也长一颗痘痘了，只是我化妆把它遮住了。在这里一颗，这边看不到，看不太到，就是那个痘痘是完全看不太到的痘痘。咚咚隆，咚咚隆，咚咚隆，咚咚隆。嗯嗯嗯嗯嗯，从镜子到永远。深深浇灌我心田，豆豆龙先不要，还是很白，滤一下。一百件的香槟，明天选择，择而择择拒绝，今晚我可以在这边表演戏装，喂，一直要戏装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没有要戏装，我如果戏装的话。就不好看，就大家这一台就走光光了，走光光了，我快睡着了，没有打工啦，根本没有时间打工，很想打工但没有时间。Hello， 小姨。完全没有打工的机会，哪会走光？好歹也先让我看，希望再走吧。喂喂，哎，我跟大家说，我最近在，就我要研究那个相机，然后我觉得我很不会用。给大家看是一个如何怎么样的相机，有。要拍东西，然后我就很不会用。在座的人，请问要怎么用？就是呢，你可以教我一些，就是相机之类的东西嘛。我刚刚去买了记忆卡，买记忆卡，然后。因为我明天去拍一些小东西，然后就研究一下那个怎么用。木木现在在我姐姐家，在我亲姐家，谁要教我怎么用啊？不会用相机耶，我不会调那个色温啊。我是跟我朋友借啦，因为我明天要拍那个东西，
要帮忙拍个东西，然后我是跟我朋友借那个 Sony 的相机，对，他是 Sony 的相机，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阿力为什么不用 iPhone 呢？iPhone 拍有点那个是需要用相机拍的，然后可是呢，我就是很不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为什么那么暗？我是要调什么 ISO？ 啊，我记忆卡先装起来，对，我先记忆卡装起来。我不会用那个 ISO， 就是调亮光，这是半自动单眼吗？你们觉得是半自动单眼吗？这一台应该是吧。它这边有键啊，我这个是，我如果要拍人的话啊，我要拍人的话，我是要转到哪一颗？然后 ISO 的话，我要怎么用？救我！你光圈有调大吗？啊，要按什么调啊？光圈要在哪里？等下我先装记忆卡。我真的觉得我问对人欸，你们就是有很对位的人。我真的觉得齁，不会用相机还是不要乱用。我身边没有一个人会用。我记得我跟我朋友借，我朋友也说哦，他不会用欸，他也买来也从来没用过。他说他也上次也是借朋友，然后我就心想说蛤，谁到底要教教我？你去按模式看看。好，按模式。然后我先装那个记忆卡，他好像有装记忆卡才可以拍，是吧？是这样装。但是记忆卡怎么那么难拨？连记忆卡都这么难撕开吗？幸好 TV 很有他们，你可以先用 AUTD 让自己的相机。AUTD 又是什么？啊，你讲的我都听不懂哎，是手机 APP 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我要先把记忆卡装进去，对，把它装进去。装哪里？这边吗？就是放这里吗？放这里。好，先装记忆卡。好，装进去之后呢？好，然后就打开，镜头，相机自动模式是哪一个 ？AUTD 哦，有了，这样了，来，啊，转到哪一个地方才叫 AUTD？ 哦，这样，啊，有了，我转 AUTD， 哎，有了，有亮了，可是，对啊，它要怎么对焦？呀，那我如果要用，如果我是要看这个里面呢？我是用看这个里面的话，我要按哪一颗 ？Hello， 好久不见。那我要调亮的话是要怎么调亮？要用哪一个调亮？这颗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你刚刚叫我调 AUTD 嘛？好久不见，小树。Hello， 粉甲人。绿色那个，我用了。然后 ISO 好像是暗处拍，所以我现在已经。有了嘛，就是我现在的画面是这样，可是我想要在这里看的话，我要按哪一个？我要在这个里面看的话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是，就是它已经有画面出现了，你看它现在在拍了，它也可以拍你们，可是啊，我的，喂，等一下，我听到 A73 跑来的 ，A73 是什么 ？A73 是什么？有了。我不是插记忆卡了吗？他说我没插欸。嗨嗨嗨，欢迎。他说我没插记忆卡，屁，骗人。我插啦，我这不是插了，还是要插另外一边。两边都要插。为什么不是直接看荧幕拍？我喜欢用这个。我喜欢用这里面的看。啊，这个要怎么使用啊？粉甲人要拍人像的话，可能没插好。哎呦喂！你
看我刚拍的，他为什么这个？他为什么这个？好酷哦！他是这种色调的，你们看不到吧？好吧，算了，别理我。我也喜欢用广。用什么广金窗？那个是什么？哦，对对对，有格式化，所以那我要就是我如果要调啊，那拍物品呢？就是拍一些什么化妆品什么什么，是要调哪里？调哪一颗？是调 A 还是 P 还是 S 还是 N 还是什么？景光台就那个哦 ，OK， 它叫做光观景窗是吗？阿丽什么？ Okay. 突然在研究这些东西。阿丽，景光可以拉出来调角度吗？对，好，那对。啊，我这个是，我调这个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不给我调？啊，我这个不是就是忽远忽近吗？他为什么不给我调？这个？那我要拉近的话怎么拉？这样哦。嗯，怎么拉？我要拉近。光圈与快门，哪一个是光圈与快门？哪一个？这你要看镜头焦段。你先用自动拍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好难哦！哎，它怎么会有红红的 ？OK， 哦，好像不错哎，好。我是说，我刚刚有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是说我要拍，转到 N 可以调所以参数 ，N 参数，宏观是对焦辅助灯哦。你先用自动的模式，之后熟一点再看看用光圈网。哦 ，OK， 你可以上网看一下说明书。好，那哎，那我再问一题，就是我刚问的一题没有，我没有有自动，我还可以选小花，它里。你是说这个圈圈里面有小花吗？它没有小花，它就这些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拍物品，就是我拍一些保养品，或是这种瓶子的东西，我要转哪一个可以？你可以把相机还人啊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拍东西啊，这是我的作业。哎，好像不错哦。如果这样拍的话。哎，拍出来蛮有感觉的，我个人认为，你们看，说明书应该有写，要小盒子给我，谢谢。阿丽要认真交作业，哎，我可以自拍吗？要自拍。哎，它这可以开耶，这怎么这样？我要自拍一张，我要自拍一张，你们帮我看看我的脸，你们能看到我的脸吗？这样，很多人不爱看说明书，就是有我这种，哎，这我朋友他也没有给我说明书，哎，好黑哦。看我刚刚拍的好黑哦，我要怎么调白啊？超黑的，晚安中影。所以它是 Sony A73 哈，好。阿丽拍的好开心。啊，我要调调，随便调调看，调调通罗马。ISO。我觉得拍的不错。
好黑啊，不行了，这不能传到网上，这传到网上不行。错哎，好，我网络上在学啊，但我要感谢刚刚有人叫我帮教我怎么转那个 AUTD， 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知道大概怎么用，反正就这样吧。啊，我要把它收好的话，电池跟记忆卡都要拿起来嘛，就是因为我没有。谢谢黑嘉伦。或是 YouTube 也有人在教一些相机基本功能，好的，没问题。AUTO， 对不起，谢谢那个黑嘉伦，终于谢谢你的守护灵。这个相机很贵吗？那我就不要乱用，因为这是我朋友的，我还是不要乱用。但是我会好好保护它，所以我记忆卡跟电池都要拔，对不对？对相机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台很贵吗？可以跟我讲原因是多少钱吗？好吧，感觉就很贵，算了，不要问这种问题，就是很贵。我先把记忆卡跟那个拿出来，不然我觉得对那个相机本身不是很好。我有听说这个说法，好，先把相机收起来。哦，很棒的相机，而且我觉得它质感很好，很漂亮。这一台很漂亮，这一台真的是好看的相机，很厉害的相机。把它放好，然后那个要充电，因为明天要拍，把它充起来。嗨，我也想去买单眼相机，好吧，我觉得我买了应该会废在那里。我还是不要乱买东西啊！我朋友这个买了，他完全没在用，然后他说他用了一次，但是他是他朋友在拍。小树，谢谢你的相遇，镜头才是最贵的。你是说他那一颗镜头很贵哦？因为他今天本来要给我一颗镜头，我说我也看不懂镜头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先不要给我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会乱七八糟搞。记忆卡通常都怎么收？这样子收起来，不然我是觉得我会把东西都乱七八糟用。我会换，我今天是自己换的，我朋友不会换，是我换的，因为他本来给我的是很大的镜头，我就跟他说不用，就给我小小的镜头就好，是我换的。我现在没有，但我就借一天了，我等一下明天就还给他了。可以是定焦，看来阿力比较厉害，哈哈哈。大的小的功能不一样，换镜头要小心，里面感光元件黑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但是就是我的明天重责大任，就是要把这个相机拿去拍东西，然后就赶快还给我朋友，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再多在我身边一天的话，我觉得他有可能就会被我搞砸，懂吗？对，你在拍没在拍的话，器材没使用很可惜，看不懂。换镜头要小心，大盒子给你看不到就好。谢谢小梁，我会回去好好观察观摩一下，就是关于这台相机如何拍出美好的照片。怕撞摔，对啊，我明天还要带着它跑来跑去。落水是有点不敢。我的底片机买回来，现在只拍十卷而已。我也好想买底片相机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，你看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这个相机，底片相机，可是它好像不能用了，它好像坏掉，就是太久没有用了，然后导致它。就是有一点生疏，然后这个很重，这个太重，我觉得。
加速。所以我现在看到相机，我就觉得很危险、很恐怖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几百元的，一次性用的，6-7万，放在防潮箱可惜。哇哦，觉得还是不要乱用。哎，好危险！这个相机在我面前，我就觉得我随时随地都会把它摔坏。啊，不要乱讲话，希望不要。女生挂相机戴蛇帽就很文青，我不是耐挂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是那个假文青耐挂。我不会戴那个相。这台好像可以当做直播用起哦，真的、哦，这么厉害，收你的，这么强。哒哒哒哒哒哒。一开始用底片机真的很不习惯，第一次拍的只有大概5张能看。不会啦，我这么粗鲁的人都没摔到过。Hello， 杨过，欢迎。这周 Mina 很文，就文青造型。为什么她文青造型？我跟她说我的那个蜡笔小新的资料夹不见了，就是我有这个不是吗？我现在你看这个是我的剧组包，那我要在上面写林廷丽的木兰剧组包，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我的那个资料夹是蜡笔小新的，不知道去哪。林阿丽剧组包，包林阿丽包，嘿嘿，林阿丽包。婷婷没办法吃和牛。没关系，我不吃，不知道。我好像找得到我的资料夹，我去找找看。对啊，不见了我就觉得很难过。要是蜡笔小新的东西不见了，不会很难过，不会哭。哎，这个不见了，这个在哪？不见了，最近我的东西很多都不知道去哪里，我找不到。最近我一回家嘛，我最近就很混乱，每天一到家里我就要洗澡卸妆，然后赶快睡，要背个剧本，然后做笔记功课，然后我今天也把剧本放到那个片场，我忘记带回来，所以我觉得我的脑袋不好使，所以我现在这个桌上很乱，超级乱的。这边是我刚刚用那个相机的嘛，就是研究相机的东西，然后是那是那边是买面膜，我今天买的面膜，我把它囤备，因为我一直怕我忘记东西。然后这是剧组包嘛，跟明天要带的钱包。然后这是剧本，然后一个是水，然后这个是化妆包，然后这边是那个相机的充电跟笔记本，然后那个是明天的通告表，然后我的床上是我刚刚拿回来的东西，因为我今天不是从拍完然后就赶去公司嘛，然后我有打扮嘛，然后反正我就是带很多东西，然后我现在那个东西全部到我的床上。反正呢我找不到我资料夹，所以我现在要，因为我明天还是要带剧本跟我今天刚刚去印的那个我明天的剧本，然后还有通告，我把它夹到这里面，因为我的剧本放到公司，放到那个片场。唉，就是脑袋不好使的每一天，就是讲真的是每一天都不好使。
我已经觉得我已经那个了，已经脑袋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家里的黑洞会说话，家里有黑洞。剧组包要做什么啊？你们刚刚要提早来，我跟你们说我的剧组包是什么。我剧组包呢是剪来跟大家给大家看看的剧组包，卫生纸、梳子、梳子、小镜子。啊，完蛋了，它裂掉了。没有，充电头。眼膜、橡皮筋、护手霜、那个荧光笔、笔记、写笔的、有线耳机、护唇膏、双眼皮遮伤疤的，就这样。已经介绍完了，介绍了好几轮，就这样。这是我的剧组包。啊、有 OK 蹦啦，这是我的 OK 蹦，今天上到剧组了，忘记拿，因为今天有武打戏，然后那时候就怕受伤，然后还有那个酸痛药膏贴的，跟那个拉伤的药膏都在剧组，然后明天要戴面膜，晚安黑家人，然后牙刷，我拿了我把它这样放着，这是明天要带的，然后这个是明天的剧本，这样好，然后通告表，然后点一下这个要充电，等下你们我下播提醒我这个要去充电，要去那边充电，对，好就这样 ，OK， 那边墙上点一下，还以为会有纸虎，纸虎是什么？感觉好大一包，巨包好像阿丽的演戏哆啦 A 梦口袋。一定要有哆啦 A 梦口袋。我刚刚想说要去买，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个。其实我拍戏的时候一定会用这个。这个是日本那个很好用的那个，就是眼罩。然后因为我只剩最后一盒了嘛，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南山拍戏的时候，然后每天都会敷眼睛，因为我的眼睛很容易会疲劳，然后因为一直镜头，然后一直看那个光，有时候眼睛又很容易用力什么的，所以就种种的原因呢，导致我需要这个东西，我没有它我是不行的。纸虎是你未来可能会拿的武器？哦，没有这个东西。我未来会拿的武器应该就我的脸，你们要伤就伤我的脸吧。而且我最近一直想说，对，我要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，然后什么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，结果都一直忘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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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你们要伤害我的脸吗？我死了。而且我觉得我今天的头发就变得很长，你们看，我这今天才发现我头发变很长，你看，很长啦，我比小三美玲还要长。三美玲最近要去剪头，你看，在这里了耶！你们看，在这边呢，在这里耶，在这里嘞，之前一直都卡在这里的感觉，现在又多长了一点点。好开心好开心，我先跟大家说我现在每天都洗头，哦，因为每天都要拍戏，所以每天都回来一定要洗头。哎呦，很乖吧，真的打脸吗？这长度很尴尬，哪有很尴尬，没有，哪有很短很长，好不好，直接登出人生哦。的确很有杀伤力，云志欢迎。很长，都可以绑那个小辫子，可以把它绑绑看，绑绑看。嗯嗯，我绑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多长了吧？之前都不能这样绑哎，你们知道吗？
之前哪有可以这样的？你们看，你看，造型选择多，这么正常的事有什么好炫耀？对我来说是不正常，因为太久没有用头那个，太久没有这样绑。哎，我最近变黑耶，我说手啊，等下再去买东西。这样绑会不会很好笑？我觉得应该很好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林婷丽。会，你们会喜欢吗？还是没有很喜欢？有变黑看不出来。你们要现场看还是看得出来？好邻家女孩哦。好吧，我就是邻家女孩。我说我是邻家来的女孩，家里体力，好好笑。把它用松一点点，不要这么紧，把它松一点点，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？村姑，非常欢迎邻家来的。邻家来的小女孩，她叫林婷丽，她有一个头叫做春骨头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争夺香烟，好像剧中造型。这样阿丽可以用鞭子打人，可以？没有那个勒起的那个，真的才会打人，因为他的那个，他每次那个吼，就是要用那个。双马尾跳舞的时候都很怕在他旁边会被他打到。陆剧吗？忘了。绑辫子。阿姨最近忙吗？不忙。阿姨最近不忙。可以。我可以一直用这个造型跟你们直播吗？可以吗？你们给过吗 ？Hello 陈 TD， 欢迎，晚上好。你们愿意吗？愿意我这样子跟你们直播吗？不忙真假？假的啦！你觉得我会真的不忙吗？哼，你们把你们的时间让给我。我觉得一天的时间都不够，我背台词。这造型看起来像民国88年灭掉30年什么？你是选角人吗？就知道是假的，好像明初的学生发型。你们觉得不好看，我就换头发。很 cute 的呀。如果这世界可以换彼此的时间，我愿意。真的吗？那你们把你们的时间让给我，这样一天时间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背剧本就要占我一天的时间，谢谢。还没有加拍哦，还没加练舞哦。不过你的工作可能会被我搞砸。不会，我愿意的。我既然敢说，我就是愿意。我愿意把我的时间都交在你们的手中。那你们最近都在干嘛？你们是不是都去追踪三期生？没有啦，三期生我们都还不知道他们的 IG 叫什么。你们期待三期生吗？偷偷跟你们爆料，我每天不是每天，我每天都很期待看到他们，因为我喜欢看美女。
我超爱看美女的，我超级超级，你每天在期待新妹对吧？没有，你陈家树，你现在跟我说没有，你不要等到有人进来，然后我就看到你帮他们发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揍你说，谁说没有，没有期待。现在可以说有，我不会怎么样。有了三期生可以抛弃祖祖了，我没有这么坏，我不是原子族，喂，我不是原子族，一旦有了别人就抛弃我了，我不是，我绝对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是一心一意专心爱一个人的人，我才不这么的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原子族才是，才是，才是。他等下杀了我，你们信不信？他绝对杀了我。求可爱三起打我的脸，什么意思啦？陈家树，三起生打你的脸。我真的期待看到三起生，我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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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对他们很好很好很好，我一定跟他们当好朋友的，像跟小三美玲还有我的可爱团的所有宝贝们。物理打也可以，请问物理打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？我常听到这个文字哎，可是我其实说真的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物理打，物理打。一定会欺负他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，三起生，三起生。你们不期待，我先期待。物理攻击啊，物理就真的打，那你一定很想被我打，那你应该要来当我们的明眼啊，被打的那个陈家树，你赶快来台湾啦，然后赶快被我打，你来当明眼，明眼不好赚，我跟你讲，明眼没有钱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说如果是小姑姑们要来被打的话，打脸有两个意思，报名当沙包，拿里面是。请洽木兰特工之八八八剧组，你就可以被打脸喽，没有你就可以被打喽，领500吧。现在不好渡海啊，现在是不是可以飞啦？陈家树，是我听错吗？我怎么记得现在可以飞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是上次听别人说的，但是差不多可以了。对啊，差不多可以啦。陈家树，微距拍摄花粉，将模式转为 SCN 是哪一颗？我看一下 S 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看那个是可以拍。好，谢谢你，黑嘉伦。哇，你最期待是哪个妹妹？可以让你。改编后果满意，飞你的头来2023都不知道行不行。桃花哥嗨，志伟哥欢迎，涵涵欢迎，晚安，宝莉晚安，边缘人见过，谢谢你的粉玫瑰。不是可以开放了吗？你看飞镖都说了，说明书写的，谢谢嘉伦，怎么那么好，还真的帮我查，好开心，谢谢。刚下班 QQ， 没事没事，我今天陪你们多聊天，一晨欢迎，柠檬线的相遇，阿丽发型好可爱，对吗？你看他们说不可爱，他们说像春姑，好了，像春姑也没不好了，只是他们就是不要我吧，没有了，不可能，来台湾好像要3+4七天，不过只要前三要在饭店，后四可以出门，可以再加了吧？后四我这七天，应该这七天可以
在家里吧，谁们说？谢谢朱莉安的玫瑰。谁们说？我怎么知道谁？随便听听吧，随便听听听听，然后就说哦，可以飞了，可以来了。台湾真是严谨的国家，没有，这保护的国家。嗯，台湾的旅游设计回来谈哦，他是去哪里设计呀？但我不是。那你可以来台湾办台胞证，就会不是春姑月以前真的大陆哦，日本哦，他去日本做太有心了，太酷了吧，好棒哦。还是我来，你要入谁的罪？你讲了，你说嘛 ？TP 你要入谁的罪？哎，又开始宣传电影了嘛？快了啦！你们即将十月就会开始看到阿丽在宣传，因为我已经那个是设计师以前吧，一个月哦，很厉害耶！看了就觉得，哇塞！那个制服那个颜色，觉得那个颜色很好看。你们的小菊也是他做的，嗯，谁都可以，什么谁都可以。啊，说 TP 吗？入赘吗？好哦，勇往直前，日本的设计师，而且我觉得他很漂亮哎，我有看到他的那个，就是 IG 很漂亮，长得好可爱，只要是美女我都要。阿粉很可爱呀，他叫阿粉，他开的名字。阿丽心动了吗？心动不如行动，冲啊，去追踪他，跟他说觉得你好可爱。我跟他同乡哦，同乡，他也是日本人吗？你跟他也同乡哦，他台湾人哦，赞呢。那我就知道他是哪乡的。你这样讲话，也跟你同乡，把我的村姑头收起来，故乡见到他，我觉得应该很难吧。我现在那么想回故乡，而且他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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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久没有回故乡。对呀，我想卸眼妆啊，我可以卸眼妆吗？眼睛好干。我今天自己有改妆了，因为我在拍摄的妆容不能给大家看到，眼睛好大，改妆眼妆啊，不是改妆，妆容，改妆容。我不好觉得你眼睛，你自己在家想干嘛就干嘛，不行啊，会被陈家树刁啊，他每次都要骂说不行在直播间素颜，不行在那叭叭叭，对啦，我要买那个滴眼睛的，我最近看那个云爵都在滴眼睛，我就觉得很想滴。阿丽相机可以租来使用看看，很方便的。
其他上手喜欢的，好啊。虽然我应该是不会购买，我购买了一定都不会用，但是我会跟我朋友借这个Sony 的。我觉得这台相机真的很厉害，我刚刚拍了觉得棒。我今天看它9:30左右，扫眼妆差很多吗？我觉得差很多，我觉得差很多耶。感觉无神而已。对啊，我之前有没有化眼妆的时候，可是我今天眼妆比较重，因为刚刚在公司，我每次都这样分线，看到我分线了，这是哪边？发线跑掉。对啊，发现跑掉了，这样才是对的吧？这样，耶！呜呼呼呼呼！刚是拔掉双眼皮贴，对，因为双眼皮贴再继续开眼要变一次。田馥甄歌会的话有传田馥甄八十三应该。好的，谢谢卡拉。我觉得你们推荐给我的歌单呢，都很适合我洗澡的时候放。我每次洗澡的时候都会放你们推荐给我的。就有些小私讯就问我说什么曾沛慈的新歌啊，或什么什么，然后那谁谁谁的演唱会的歌啊，然后我就去听这样，然后就变成我洗澡的歌。因为洗澡的时候我不喜欢安静，所以我都会放歌，然后边唱然后边洗这样。先睡明天好啊，我等一下也要去睡了。没有，我明天很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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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通告，所以我等一下卸妆背剧本，然后敷眼膜，整理明天要带的东西，我们就要去睡觉啦。他们今天有直播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三个都很累？因为今天真的是很夸张，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这几天以来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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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的一天，对的 ，OK。你们要赶快休息哟，好吗？不要太累，你们都不要太累，我们都别太累，请你们要好好休息。北原线的枫叶。乱唱歌，你洗澡可以专心搓老公。陈家说你这太久没来，被我翻白眼。你才老公了，你全家都老公。我没有骂你妈，我只骂你，你就是全家，你全家最老公，最老，你最猪，你最，我不想跟你讲话。哼。阿里已经很累了，改得不错，刚开始还在熟悉，会累正常。好的好的，来不及了，早就爆肝很久了。哦，他直播没希望，戳一个眼皮球，你才戳出一个大雪球嘞！不要吵，有人在那边。哦，真的，哦，真的，我要去下播，我要先念吧。还是你们对我最好。再怎么跟你们聊，再怎么跟你们玩，还是你们对我最好。不然我觉得我最近很孤单。好了，我没有孤单，我只是觉得最近
又是一个很酷的日子，很酷的日子来临了，所以必须得坚强坚强。有啦，我比以前更坚强一点。第一名谢谢一凡，第二名谢谢豆豆先生，第三名谢谢嘎逼，第四名谢谢香欸，第五名谢谢旧衣，第六名谢谢俊生，第七名谢谢吉米粥，第八名谢谢钟怡，第九名谢谢志祥，第十名谢谢 NK， 第十一名是黑杰克，第十二名是维，第十三名是朱莉安，第十四名是北原，第十五名是柠檬，第十六名是剑骨，第十七名是小树，第十八名是守护记忆，第十九名是小梁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突然想到阿丽在三人中，我才不是欸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一点都不会。猪猪什么搓出来的球一定比大，第一名变了哦，第一名谢谢朱莉恩，是朱莉恩吗？第一名谢谢朱莉安的香槟，第二名谢谢冰一凡，第三名谢谢豆先生。怎么这么好哦，怎么突然，怎么突然朱莉恩，怎么突然这么突然的那么多这个。谢谢朱莉恩。你不是有两姐妹一起吗？没有啊，今天没有她们。我的木木最近也不在我的怀里。你们也要加油哦，我会想你们的。嗯，你们好好工作，我好好拍戏，好好的练习，好好的做好每件事，不要担心我。你们要好好吃饭，担心你们自己，然后多看我以前的旧照片。我最近都没在拍照，我最近很少碰手机，我最近觉得手机是诱惑，所以我都会习惯性把手机丢去旁边我看不到的地方，所以我在等戏的时候我都不玩手机。嗯，然后我也很少打开我的大账号，这是官方的账号，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我也会想你们在干嘛，你们是不是在上班啊，你们是在吃饭啊，还是你们今天有约啊，还是你们今天出去玩啊，还是你们在就想你们到底在干嘛。我说不想，然后就想我自己的事。哼，好啦，没有啦，这是一个唠叨，不想面对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哇。还好我也没空，而且我觉得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有点落枕，我觉得那个脖子超疼的，痛到我觉得我每天我今天起来到我刚刚我还是觉得好痛。你没心脏病可以找猪猪要，我相信他手机没有你的照片。我也要照顾自己，没事哦，我下播了，拜拜。出镜，进镜，出镜，进镜，出镜，进镜。我等一下下播，我就直接躺在那个床上，我睡觉了。拜拜郑环，拜拜雨楠，拜拜伟，拜拜一凡，拜拜黑嘉伦，拜拜志祥。拜拜一凡，拜拜朱莉恩，拜拜安夏高拉高，拜拜飞镖波，拜拜小梁，拜拜嘎逼，晚安晚安晚安，拜拜小梁，拜拜嘎逼，拜拜阿北，拜拜拜拜赵薇，拜拜福福猫，拜拜卫星，拜拜加速已离开光大，拜拜 Hello 不当真的图，拜拜拜拜，爱你们爱你们，晚上好晚上好，拜拜拜拜。晚上好，然后要关播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拜拜。
我是真的傻，好一辈子赖在你身旁。可是我的步伐，明天也早上吗？你说直播吗？明天我有直播吗？我没有直播了，我没有直播了，没有啦，不知道，再跟大家说。我刚刚看不到的直播时间，拜拜，拜拜！我已经呛了，我觉得我的脑袋已经用尽我所有力量，不是成年了。啊拜拜，阿妹，我已经疯了，我没电了。拜拜，好了，我不要闹了，我真的要下播了。就今天一个人在家，你知道吗？有点无聊，你们知道很无聊吗？如入无人之境。不要跟我讲那些我听不懂的，再见，拜拜。我是真的傻，你们就不要再看我，请你们快走开，我才能安全下播睡觉梦我，拜托不要走，拜拜，拜拜。对对。